但是 No way， 这个奖一定要给钟群。谢谢，我真的快晕了。虽然坐在下面很舒服，但是真的是太紧张了。对，这个是第九座，我也距离第十座越来越靠近了。之前一直觉得说，粉丝问我的时候想不想得奖，我一直说，随缘好了。但是，建辉还有，建辉还有伟强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啊。这个奖绝对不是随缘的，当然缘分。缘分让我们认识，也是因为你们每年在这个时候这个月份都会拼命的努力的帮我拉票，帮我打电话，帮我投票，我才可以一座又一座的拿到这个十大最受欢迎奖，所以非常感谢你们，也非常感谢公司，让我有机会一直出现在电视上，让大家可以记得我，的美。谢谢妈妈，谢谢家人 ，and thank you baby，I know you're watching me。I love you. Thank you.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